这也太会撩了，我也试一试。你怎么回事啊你？想亲是吧？老娘让你亲个够！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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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久不见，当你看到我出现。Роском здрав не запретит. Simple simple, simple simple. 每天一个坑哥小技巧。哥哥，你在干嘛？我没干嘛。你说在欺压很大的情况下，塑料袋是扯不破的。放屁！怎么可能扯不破啊？嗯。就像是失去声音，我感觉不到呼吸。如何证明你有女朋友？我刷到这个视频 ，Oh boy， 怎么样？要不要试试？啊，算了吧。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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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久不见，当你看到我出现。时光怎不经一生，浮浮沉沉一半生，一壶浊酒欲随风，一步一瞥似惊鸿，情字要如何追问，一句浪花为谁挽留。有一天，大嘴鱼在海里碰到了鲨鱼。大嘴鱼问鲨鱼：鲨鱼，鲨鱼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在找大嘴鱼，我要吃了它。你看到大嘴鱼了吗？我没有看到大嘴鱼。吃完就在减肥，你天天减肥，一周说八回，一到吃饭你比别人多长个胃，肥肉有来无回，将你层层包围，你还舔着大脸，以为你能一减肥。哎呦你妈！给我！有的人爱着爱着就散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两个口红我用哪个好看？你涂那么好看干嘛？路上男人都看你，我会吃醋的。这谁呀？我同事。以后不要紧的人就不要联系了，你有我就够了。哥哥，你女朋友真好，不像我都不会化妆打扮自己。有什么好的呀？她都不会做饭。谁说我不会做饭？哼！大晚上的不睡觉，你又发什么神经啊？今天我就要唤醒你的生活。原来家电还可以这样用，刚好有京东家电618家电新品限量五折，好吃吗？喂，那我马上就到。也许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吧。宝宝，宝宝。也许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吧。我睡过你睡过的。异地恋和男朋友分手了，还是放心不下，坐了6小时高铁来到他公司楼下。难道是新女朋友？要不我还是别打扰他了。不行，这次我一定要问个明白。喂喂，你是？是我。吃饭了吗？哦，吃了。你呢？最近过得还好吗？哎，哥哥，谁的电话啊？哼，居然这么亲热。我问你，我要是搬来杭州，你会欢迎我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复合吧。分手也是你提的，现在又要复合，你玩我呢？而且你来杭州也没工作。哦，这些都不是问题，我是认真的。你要是还愿意跟我在一起，你就回头看。我们的关系形影不离此刻。这是不是你家男人？看完你就知道要发给谁了。介绍一下我的哥哥，起床啦，龙的传人，马桶上的思想家，吵架辩论大赛冠军，国家一级抬杠运动员。如何一个动作让男生变娘？哎，哥哥，我教你做个动作。什么动作呀？双手交叉。交叉。手心向前。向前。胳膊往前伸。前伸。好，抬起右腿。这样。往后抬，往后抬。往后抬。然后我数一二三，你看自己的脚后跟。哦。一、二、三。哈。
坑哥一场，偷偷在手上画个文字。嗯，有蚊子，谢谢啊。哎呦我的妈！又一只蚊子。晚饭后，一和二选一个数字，选对给你200，选不对你去洗碗。我选一。去洗碗吧。天空是蔚蓝色。你看，你也拍个眼镜刷挑战嘛。我是一个酒精过敏的帅哥，我的酒品爆炸，但是我不爱喝，只要稍微喝一点酒我就会死。六一儿童节就知道工作，都不带我出去玩，哼。请问这位旅客对这样的安排满意吗？出发 ，Go， 起床啦。啊，怎么样，好玩吧？好玩的，还有更好玩的。600万也想要看的小黎露脸，安排。小黎，你给大家露个脸呗。我才不要呢。你给大家露个脸，我就把这个月的工资都给你。成交。哒哒哒，童话公主要来呀。马上就来。Hello， 宝宝们，我最近看到大家的。一定知道，我和他表白了，他也同意了。我想，我们不过多久就可以结婚的。结不结不一定呢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先出去。啊。宝宝们，我只是先同意了表白，结不结婚还不一定呢。啊，我还想去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，还要看天威以后的表。听说你还要看外面的花花世界，不想跟我结婚？没有啊，你别跑。看完你就知道要发给谁了。望着高楼平地起，减肥只能靠自己。肉很单纯，复杂的是嘴呀。昨天高喊减肥，今天吃鸡腿呀。运动一分钟，休息两小时呀。三分说的话，千万别当真呐。哎呦你妈！小狐狸。西瓜、冬瓜、哈密瓜，你不爱我是傻瓜。鸡蛋、鸭蛋、臭皮蛋，你是一个王八蛋。哎呦我的妈！